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了你。木南城，你明明想接住我的，只是习惯了，但是马上一想，洛小姐自然有穆少照顾，就不用我操心。洛青，你没事吧？下雨了，冷少不如住下吧。不用了，我来这里本来也只是想通知穆少一声，我准备离开江北，永远不再回来。到底为什么要离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冷雁寒，我刚说的还不够清楚？只是洛小姐一直拒绝相信吧。你看着我说，说你不喜欢我，说你以前都是骗我的。我现在真的不喜欢你了，洛小姐，忘了我。从不懂你为何假装不撒谎，趁着我神经是真的错愕，为何不够到哪去舍？洛青，再见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？你要做什么？好，这就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儿。谢谢你，穆南辰。穆南辰，你抓住他，不要让他过来。别过来！你是为了杀了我而存在。只要我们完成剧情，你就可以活着。冷雁寒，我爱你。拥抱，哪怕多一秒，我可以。
七七，故事已经终止，一切都回到正轨，重新开始。宋小姐有事吗？凯文，谁啊？冷少，是宋小姐。习惯了一个人生活，却适应不了保持沉默，一个人自顾自说，想太多又能做什么，任凭眼泪打湿了心窝。记得我了，就这样走了，不符合你狡猾机诈的性格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了你，每当夜色降临想被你宠溺。我们是不是还得去破坏男女主啊？谁要管他？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想爱我多少年，无法察觉的情愫蔓延，在思念回忆不眠。最后祝福你一遍，花初开的世界，